小南，你是 K.O. 我们前天交过手。久仰大名，原来是你。你不奇怪我怎么用电话号码的吗？这并不值得奇怪。就好像你虽然使用了屏蔽软件，但我也可以知道你的手机号一样。是吗？1926786786，五分钟。五分钟？你黑掉了移动？不，我跟移动说，我收到不明来源电话骚扰，移动服务很不错。那你为什么不打过来？因为我觉得，我不打电话，难受的是你。K.O. 是著名的独行侠，你这样三番五次找上门，目的何在？我很好奇，今晚零点 WICTF 极客大赛有没有兴趣？什么意思？一起报名，如果我输了帮你们免费做一年，你们应该很缺人手。你很了解我们公司，不过好的黑客未必是好的程序员。是不是我说了算？怎么你不敢来？我最喜欢激将法，按解题输定输赢。可以。很好，顺便挑战一下他们的记录。听说昨天 WICTF 世界极客大赛上有两个来自中国的 IP 一举打破了之前的记录哦，一个69关，一个68关。真的还挺长脸。哎，老三，昨天没回去啊？昨天太晚，我睡在办公室。对了，今天有个新同事来报道。嗯哼，有新人，那得先让梅哥看一看。快说，什么时候来报道？半夜，大半夜来报道。就是啊，你招的是人是鬼啊？那个人你也认识？我认识。谁啊？咱们系的。不可能吧？要是咱们系还有能被你看上的，你不早骗过来了？寺庙啊？嘿，好没电脑的人真敢来吗？他就不怕被卡死？哎，我说一般这种高手不都喜欢自由自在、无拘无束的吗？怎么可能喜欢来我们公司上班啊？哎，老三，你到底对他做什么了？不是我对人家做什么，是他想做什么。哎呦，大哥，你能说人话吗？我听不懂。哎，不过这个人也挺奇怪的啊，大夜里回来报道。哎，咱不会有危险吧？大哥，怂不怂？啊？咱们四个打一个还打不过呀，能有什么危险？哎哎，不是我梅哥呢？哎，大哥，你这个是干嘛呀？知道这是什么？这是咱们厕所专用的图，到时候来了，我就拿这个弄死他，弄死他，喂，臭死他。
怎么是你啊？你们是点外卖了？原来是你。是我。按照我们的约定，我输了，在你公司免费打工一年，工资免费就不用了。欢迎加入之一，还有位请教大名。你知道的 ，KO。KO， 怎么听着那么耳熟啊？啊，我想起来了，你不会是那个超级牛、超级著名的那个黑客吧？就是在2011年的时候，是吧？老三，难道他就……你，是我。还有，说话免费就免费，我不食言。那就打到好妹卡上。好妹 ，KO 是你招进来的，你负责。我？这个以后就是你的办公桌了。老三特意安排别人给你收拾的。我说，你这命真好啊！咱们肖总特意准许你可以回家办公，不像我们成天在这儿被他给鞭挞。你不生气了？哼，刚刚呢还是有点生气的。你竟然敢骗我，还黑我电脑。不过后来我又觉得有那么一点点刺激。你想啊。去吃个夜排档，认识了一个厨师，结果他就是鼎鼎大名的黑客 KO， 这感觉有没有一种，就是你见到那种扫地僧，扫地僧是什么？你不知道扫地僧是什么呀？那我下次给你解释吧。不过我只有一个问题。什么？就是。你干嘛把我平板的女神换成了一座寺庙啊？她不好看。我跟你说啊，你侮辱我可以，你要侮辱我女神，那我肯定跟你急啊。不对，我想到了一个更严重的问题。你以后就是我同事，那我吃饭的问题，我上哪儿解决啊？我，哎。